到哪里了？你他妈不快一点！你个笨蛋！没事，现在可以走。真的是笨蛋！那你个笨蛋，一号槽我们走了。妈的，等你半天不上来。我他妈卡了，老子他妈的半天没掉下来。没有，不会。这就黑了。哎，怎么还有辆飞机在上面？我鬼还知道没？ 14号有车吗？14号，哎，15号什么朝太王啊？14号，我有车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不开船，开机器船。那你开车，我开船吧。我连什么地方放下吗？你搁这给我放下。不放。就上面一张狗，六个。 你们三角逃完舞台啊！哎，然后，这没人收，没人收。我操！ 我不来了，我这没车，我这没车，我来不了。我们这边很快就过来。狗砸三级套，这个工头里面。狗砸三级套，谁先来？谁先来是谁的？我要狗砸，我要狗砸，给工兵吧。这一号别来了，一号。一号别来了，没事。给我把工兵雷了，就是我的。我禁止舔包。我有个泛舟年舞台，泛舟年舞台干嘛的？ 三周年，那逃完舞台，要能爆物资而已。有啥物资啊？别管，就普通的。再做一回飞机了。哥，狗砸在哪哥？空投，空投，空投这儿。前方有危险。在上面。好，咋捡的呢？飞机走。 哎，我有，我放了。哎，你工兵，你待会把车留下来。我先进圈吧。你捡的吗？那狗砸？狗砸在上面，我捡不着啊。什么上面啊？在里面那个大仓，我操，没玩过吗？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那个大仓里面，笨蛋，我操。啊，确实。 笨工兵，你早说呀！你不知道来接我，我来。妈的，闭嘴！舔完了吗？舔完了，快走！把那冰碴做一下。有没有扩容啊？不知道，没有。布库有没有？就我放车上飞机走了。 上什么飞机啊？别开飞机了，开飞机车都没了。没事，这舞台哪有物资啊？我操！你要展示哦，你能给我展示？这不只有关卡吗？哪有展示？